手，前挤，撑掌，后做银手，前脚尖翘起，髋关节放松，走下弧。我们的髋关节要走个下弧推出，也就是指重心不要上起的意思。好，收。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动作左右连贯在一起做一下，左右连贯在一起，我们转过脸，从最后一个倒卷弓开始。最后一个倒卷弓，后右脚的角度可以微微外展的偏多一点。下面转身侧手，收脚抱球，两手臂一定要抱圆，手心相对，弓步前跑，捧出的时候下手要踏实，走路微屈。好，转腰向前送，旋臂后坐回捋，捋到斜后方，转体搭手，这个时候重心仍然在后腿，前挤的时候弓，右手筋手臂上穿出，后坐前按，再来继续连右式，转体收手抱球弓。我们说人老先老腿，如果老年人腰腿不灵活，那么就很容易造成摔跤跌倒，所以我们太极拳重点练习腿部的力量，始终是半蹲状态，腰腿一定要放松，灵活的变化。好，收。最后我们还是要把呼吸配合一下，这里开始，同样收脚抱球，我们做吸气，弓步前捧，呼，后坐回捋，捋回来，吸气，弓步前挤，呼，后坐银手，吸气，弓步前按，呼，转体抱球，吸气，前捧，呼，后坐回捋，吸，每一次呼吸都要充分，挤，呼，后坐银手，吸，弓步前按，停。好，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。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第三段的动作，第九式单边，第十式云手。先看我们做一下这几个动作。单边，云手，停。先学单边，从弓步双按开始，重心左移，右脚内扣，同时转身，左手手心向外，向左画弧，右手经腹前停到右腹前，然后重心再向右移，右手向右平摆画弧，收脚勾手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这个动作是两手的一个交叉的运摆。再看一下，重心右移，右脚内扣成右的侧弓步，手
手心向外，在右肩前，下手在左肩前，下手在左腹前，再向右迂回。这时右手捏勾，这是一个新的手型，五指捏拢，指尖向下成勾手。左手呢停在右肩前，左脚轻点在右脚的内侧。好，再看一下，转身运臂，收脚勾手，接着向左转体，左脚开步，左手随时向前画弧伸出，弓步推掌成单边式，左手勾手停在斜后方，腕部与肩同高。好，我们连起来做一下单边，移重心，转身运臂，收脚勾手，转体开步，弓步推掌。好，停。这个动作可能稍微复杂一点，所以我们再多做一遍。一，两手以腰带臂，手臂的幅度运转幅度不大，转腰勾手，左手不动，右手不动。好，推掌，停。好，下面我们学习云手。云手这个动作我们要上下肢分开来学习，首先学习稍向后退一步，学下肢的步伐。我们把两手背在体后，这是一个横移步。好，先提起左脚，脚掌着地，向左侧横开一步，重心移动，收根部，根部的距离两脚中间距离约10公分，脚尖朝前，两脚平行。好，继续开步，移重心，根部，再来一次，轻轻提脚横开，脚掌着地，再移重心，根部。好，我们回来再体会一次。一，提脚开步，移重心，根部，重心保持平稳，不要有升降的现象，保持平稳，髋关节自然放松。好，提跟三步停。下面重点是要学习的是云手的上肢的手法动作，和我们一起做。我们先原地的步伐不动，单单学习手法。好，从这开始，右手在右肩前，你按照对正常的做。好，现在右手下落，左手向上，然后转腰向左云手，停到当你的手过了中线以后，开始旋臂外翻，手心向外，对，再向右一，转腰，眼神随手。好，一手下落，一手上起，过了身体中线以后，开始旋臂外翻，很好。再来，同样的旋臂外翻，一向左云，二向右云手，同样也是两手就是在体前做这种交叉的运转。三、四、一、二，再来一次，沉肩垂肘，手部保持弧形微曲。好，停。现在我们试着把步伐和手法配合起来，那么从单边开始，单边以后屈后膝，移重心，扣左脚的同时向右转身。好，开始云手，左云以后并步，就是左云手并步，
再向右引手，开步，向左引手，并步，向右引手，开步。得记住这个规律，就容易学了。向左引手，并步，一共开三步。好，停。再来一次，从单边。后坐合手，两手相合。好，开始一。引手这个动作是两手在体前交替的做环转运动，是用来破解对方的连续进攻。这个手势呢，好像是行云飞空一样连绵不断，故名引手。停。好，您学会了没有？现在我们从弓步双按开始，把第一个单边动作和引手连起来试一次。重心后移，第一动的时候手心是向外的，好，然后画弧，收脚勾手，弓步单边，再移重心，右移左脚内扣，向左云并步，转腰的时候以腰带臂，二并步，引手过中线以后开始旋臂翻转开步。好，两脚要平行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可以多做几次。一二，好，动作肢体动作是这样，现在我们还要需要配合一下呼吸。那么从弓步双按，这是应该是呼气结束，重心后移，向左左吸气，向右迂回呼气，收脚勾手吸，弓步推掌呼，继续向右吸气呼，好的，吸，开步做吸，跟步做呼，再来，开步做吸，跟步呼气，记住这个规律，开吸，合呼，好的。学会了吗？那么我们转过身来，多做几次。好，多做一下。单边，转体运臂，移重心，收脚勾手，五指自然捏勾。开步，弓步推掌。单边的时候，胸肩垂肘，注意髋关节不要上起。好，继续。手，两手要连绵不断，像行云飞空一样，眼神随手，啊，重心保持平稳，不要忽起忽落，两肩始终是平行的。好，停。继续学习二十四式太极拳的第三段，在学新动作之前，请您先跟我一起把上节课的动作复习一遍。好，我们从揽雀尾最后一动，这是上节课的动作，单边。单边是一手捏钩，一手向前挥出，犹如跨马扬鞭。云手，右云开步，左云并步，两手保持弧形撑圆，指尖向手向上，
再来一个。好，下面是今天要学的动作，请先看一遍。又是一个单边，接着是高探马。好，停。今天动作非常简单，下面我们来学，从最后一个拧手开始，左脚吸起，提起脚跟，继续向右画弧，然后提脚跟捏勾手，左手还是停在右肩前，同第一个单边动作一样。二，好，这主要是一个衔接，实际上动作和前面一个单边是一样的，转腰右匀，捏勾手，提起脚跟，左脚虚点，这时候眼神看着右手的前方，再转体开步，弓步落脚，翻手。好，再来一次，转腰，同时捏勾，弓步三掌，气沉丹田，肩膀要放松，双肩垂走。接下来重心前移，后脚向提起，向前跟进半步，同时两手外翻，手心向上，对，这有一个神臂外翻的动作，前移重心跟半步外翻，然后向后脚落实踏实，同时卷曲右手，后坐卷臂，虚步前推，这是高探马。再来一次，对，你们俩还是这个方向。好，跟步旋臂翻手，虚步前推，这个推掌两手是相对，一伸一收，对，好的，前手在腹前，对，停在腹前，再做一次，你跟步翻手，后坐屈臂前推，高踏马，好像我们高高的站在马凳上，远望去探路，因此这个动作我们要把目光向远处看，要有神。好的，含胸，后背突出，对，这个动作要做得非常饱满，上下对拉，然后前后也要是对称的，这样做起来才很饱满圆满动作。好，我们把单边和高探马连起来做一下，请你跟我一起做。从这开始，一，单边提脚勾手，开步推掌，接着跟半步落脚踏实，卷臂，好，前推，这个力达掌心，上下对拉，做得要挺拔，但是不能挺胸。好，仍然要含胸拔背，前脚轻轻虚点。好的，停。好，现在呢我要讲一下上节课我们教的云手这个动作，我要把这个动作的用法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那么云手，我上次说过，它主要是来破解对方的连续进攻。怎么破解？就是比方说对方向我进攻，向我进攻的时候，那么他这个手势向我的耳侧，你速度可以快点，向我的耳侧这边打来，那么我这是一个棚，看我转腰棚，这是一个格挡的动作，棚住对方的同时我要转腰化解他，不仅要棚住，力点，我棚的时候力点在我的桡骨一侧，好，棚接住对方的进攻，同时我要向下，我强调一定要翻臂，一定要旋臂外翻，翻臂以后继续向下，啪，这就是一个防中有攻的动作，泰拳就这样，阴中有阳，防中有攻。好，我们再来再看一遍，换手也是一样，我们两手来回交替，手是两扇门，保护自己的体拳，同时还要寻找机会进行进攻。好，如果他出的是另一只手，那么我就用啪这边格挡，格挡完以后随时就可以做一个
向下的一个悬臂拧掌，这是拧手的用法。当然了，我们练太极拳的初学者开始重点是要练好拳架，等到熟练掌握以后才可以体会用法。那么高探马呢，高探马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高探远望的动作，那么实际上这个推掌是一个扑面掌，因为两手一前一后对拉，就是阴阳对称，一前一后。如果是对方向我的腹部来进攻，他出低手向我腹部来进攻的话，我这个手是上回的一拉，这个时候是引进对方，把他引进来以后，他的面部肯定自然的是向我这过来，我这是啪，正好一个迎面掌。当然动作速度要快，太极拳在练的时候是轻柔缓慢，用起来的时候是要非常迅速的，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再体会一下。他低拳过来，我这是他也是一个旋转，我这样一引进落空，这手直接就可以进攻他，或者是低的高的都可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二位可以进行一下体会，试一试这个动作。比方说一方进攻，另一方就可以用那个先，对，好的，一手是好，对，这是高探马动作。那么云手呢，云手这个主要是要体会这个悬臂。为什么要悬臂？因为悬我刚才讲就黏住对方以后再向外，黏住对方手臂向外旋转。好，再来一次，来一啊，好，继续，对，好的，不错，再来反方向，一啊，好好，这个用法我们就讲到这里。现在呢我们还是把这个动作多复习几遍，从第一个单边开始，第三段的头一个动作开始。好，预备，第一个单边拧手，好，下面是拧手，对，想着悬臂外翻下踩，外翻以后向下，这手在体前保护自己，用意念引导动作。到这以后注意呼吸，同样的捏勾手的时候吸气，出步呼气，蹲步翻掌吸气，推掌虚步的时候呼，好，停。不要练拳的时候还是不要忘了呼吸的配合，这样更有助于我们调节身体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在这里我反复强调，拧手的时候一定要转腰，以腰代臂，因为腰是人一生之主宰，运动处处要以腰为轴。通过转腰，腰脊的拧转可以调节我们脊髓神经，可以治疗我们的腰酸背痛。好，停。下面是今天的动作，注意看，捏勾手，单边，重心始终不要起，对，这里是意识向上挺拔，但是实际上还是要向下松沉，气沉丹田的。好，停。好，这堂课就上到这里。观众朋友们早上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二十四式太极拳第三段的最后几个动作，还是先看我们把这几个动作做上一遍。好，我们从高探马开始，右蹬脚，双峰贯耳，左蹬脚，好，停。
场先被我们的套路学的逐渐逐渐加大了难度，不过没关系，您只要跟着我们的节奏一定能够学会。好，从高探马开始，第一个动作右蹬脚，第一动穿手上步，把左脚轻轻微微提起，微微提起以后向斜前方上步，同时两手手背手腕处相搭。对，这先慢一点，哎，这是一个穿手上步，看提脚穿手这个搭腕的动作，然后弓步分手。好的，两手向下分手，不要停，继续收脚合抱，停，这有一个点地的合抱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下，对，节奏要放慢一点，微微提脚上前上步，斜前方搭腕，两手背相搭，然后两手手心向外伸掌，收脚点地合手，合在胸前，手心向内，右手在外，左手在内。好，再来一次，穿手上步，弓步分手，收脚合抱，下面左腿支撑身体立直，然后右脚提起，以脚跟为力点向外做蹬脚，同时两手伸展的同时，两手不要分得太高，从不要过头，然后向外蹬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下，做蹬脚，一搭手，二分收脚合抱，合于体前蹬。好的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从对在腹前，左手在腹前。好，一搭手分掌，好，提脚，这是一个点地，两手合在体前蹬脚，手向外伸展，斜前方三十度角，很好。好的，停，这个手的方向，右手和腿是同一个方向，如果我们是正南方向的起势的话，这就是东南角偏三十度这个方向。好，从这里开始，下面是双峰贯耳，然后去蹬脚以后屈膝回收，把左手向前，两手伸掌，手心向上，重心下落的同时，左右腿向前落步，两手收回到腰间，手心向上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，屈膝出步，眼神跟随右手，弓腿两手握拳向前灌出，这个动作两拳眼斜向下，对，手臂弧形，两拳的宽度正好与人的头差不多宽。好，肘关节要下沉，合力，这一个合力，对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从这个提膝，好，提膝开始，一落重心，弓腿握拳，眼神看右手。好，双峰贯耳，下面把从好起立，从高探马开始，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一，好，上步搭手，上步搭手，向外手臂撑圆画弧，提腿分，没有关系。如果您好的，继续往下走，落。这是双峰贯耳，下面继续屈后腿，转体180度，呈侧的左弓步分手，再重心移回来，左脚提起做收腿
合手。好，不要着急，停到这里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转身扣步，扣脚尖转180度，从东南角转到西北角。好，一，两手向外分掌。好，提，再提起来，蹬腿翻转出去。好，两手还是有个翻。好，停，手可以放下。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，蹬脚和翻手一定要同时，不要先快后，有先后快慢之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腿高过腰即可。一，移重心，收点地，先收，对，合抱，然后再提腿，力打脚跟。好的，停。好，我们把这三个动作连起来试一次。第一个，右蹬脚，上步搭手，弓步分，收脚抱手，提脚蹬出，提膝落腿，握拳灌拳，后移，扣脚180度，分手，收脚点地，两手合抱。好，停。那么您只要记住，当你提哪条腿的时候，这个抱手的时候，就是哪个手在外。第一动作蹬右脚，是把右手合在外；第二动作转身回来以后，踢左脚，就把左手合在外，手心都是向前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呼吸配合上，做上一次。这是呼气结束，这里吸气，搭手，分掌向外呼，重心下沉，然后吸，合抱，蹬脚的时候是呼气，呼，这里是落脚，吸气，双手灌拳，呼，好的，转身分掌，吸气，蹬脚的时候还是做，呼，好，停。好的，注意一下双分贯耳这个动作，它是形容两手夹击对方的头部，力大无比，犹如两座山峰落下来一样，所以叫双分贯耳。那么怎么样能达到这么种大的力量呢？就是说我们一起体会一下这个动作，您跟我一起做双分贯耳。我们移动重心的时候，这个力起于脚跟，然后由腿耳腰，看，起于脚跟，由腿耳腰，通于脊背，达于手，节节贯穿的一种力量。好，再来一次。对，起于脚跟，从腿到腰，通到脊背，最后灌到手上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再把这几个动作配合呼吸，注意意念引导，再练最后一次。撑手，分，收脚合抱，蹬脚，提膝，落脚，双峰贯耳。对，肘肩一定要下垂，不能抬起来。好，手和脚的配合要一致。好的。观众朋友们，早上好。这一讲我们学习第四段的前两个动作，左右下势独立。先看我们做一下这两个动作。从左蹬脚开始，
左下士独立，先是瀑布下士，瀑布村长，然后金鸡独立，落脚换士，右金鸡独立，好，停。这两个动作难度也稍稍大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们一动一动的来学。从蹬脚开始，第一动收脚勾手，右左腿屈膝回收，收到右脚的小腿内侧，同时上肢的右手微微理合变勾手。好，左手呢停在右肩前。好，我们继续，然后屈膝半蹲，把左腿向前直出开步，这个时候右手左手落到肋前。好，瀑布下士村长，左手筋腹前沿大腿向前穿出。我们再来一遍，从收脚勾手，微微理合右手，屈蹲开步下落到肋前，瀑布村长。好，再做一次。初学者，如果您的柔韧性不够，可以不用蹲，蹲得很低，一主要是折屈髋关节，然后往下全蹲达到瀑布。下面前脚掌外撇，外撇重心前移，前手调掌，后脚内扣，同时把勾手臂内旋，使勾肩向上，变为反勾手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。重心前移，前脚外展，后脚内扣，后手旋臂成反勾。再做一次，从前面开始。好，一屈蹲开步，松腰松胯，全蹲下去，穿掌勾手。下面重心继续向前移，然后提起后腿，同时右手向前做调掌。好的，提膝调掌，脚尖自然下垂，很好。好，停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左下士独立，一收脚勾手，屈蹲下落，穿掌不要停，继续向前穿，头引胸，胸领腹，然后再提起腿，做金鸡独立。左手按在，好，可以停，左手按在左胯旁，右手手心向左，左调掌。好，下面再做一次，从单脚停开始，一去开步下士，穿起变勾手反勾。好，继续提起，这是金鸡独立，一手上提，一手下按，然后一腿提起，全身独立，所以这个姿势好收，这个姿势正好如金鸡独立。下面呢再做第二式，第二式我们转过来，从这开始，右独立下士，先是落脚，右脚下落以后，左脚以脚掌为轴做一个拧转，调整一下步伐。好，再看一下，落脚拧转，同时左手捏勾。好，这是一个衔接，很重要，要把它做清楚。屈蹲，落脚，脚前掌拧转，左手捏勾。好，轻轻提起右脚以后，再向前铲出初步，右手下落，
经肋前到腹前，再沿着大腿内侧向外穿出，摆脚扣脚旋臂反勾，提腿金鸡独立。好的，这两个动作呢，动作是相同的，只是向方向相反，所以学会了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比较简单，我们再来多做几次。落脚屈蹲上松下沉，捏勾手提起以后再向前伸下落蹲，节节贯穿，连续不断，头领胸领腹领腿。好，这个定式是膝与肘相对，手与脚相对，肩与髋相对，这样做到三合，这也就是我们太极拳外三合。好，停。现在我们把左右两式连接起来做一下，从最后一个蹲脚，好，收脚，这个吸气呼，好的，向前穿掌呼，然后向上起的时候吸，最后独立呼，落脚吸气，提腿向外穿出呼，好，注意气法，吸气，金鸡独立，调掌持膝，呼，停。那么金鸡独立这个动作虽然是直立的，但是呢，下面支撑腿也不可以过于僵直，太极拳没有完全僵直的动作，仍然要保持微屈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多做几遍。从蹬腿开始，收脚，这里不要点地，直接踏出去，由肋经腹经大腿内侧向前穿，起，提腿，这个两手，手和腿好像粘在一起一样，不分离的，起，调掌，两手一上一下，一挑一按，好，停。动作由于比较复杂，所以我们多做几遍，请二位领着大家多做两遍。从蹬脚开始，好，收脚，对，我们屈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松的是髋关节，只有髋关节放松才能做到完全屈蹲下去。好，身体要转正，膝与肘合，好，走，继续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下蹲的时候，膝关节外展，对准脚尖，千万不要内扣。好，折胯，很好。起，头顶立直，整个身体要挺拔。好，手放下，停。好，最后我们转过身来，不要忘了呼吸，配合呼吸，我们再做最后一遍。收手，勾手的时候吸气，呼上下，穿掌起，吸气，变勾手旋臂，提腿，对，脚尖自然下垂，吸。身体站直，不要前倾，对，身体保持正直，吸气，呼，目光平视，远望，好，收，停。朋友你们好，这一讲我们学习24式太极拳的第18式左右穿梭，也叫左右玉女穿梭。好，请先看一遍这个动作。
从经济独立开始。第一个做玉米穿梭，二右玉米穿梭。